你好，我是 Crystal 叶文伟。你好，我是 Jackie 伟轩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有来自《杀手不笨》Killer Not Stupid 演员们来到现场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准备了很多美食招待客人。快要新年了嘛，所以呢是想让各位呢品尝一下我们在马来西亚农历新年呢，可能去到一些亲朋戚友的家里面啊，看到哇这些年饼都会放在桌上。是的。所以今天会玩一个小游戏。好，开始纳豆哥。这我就闭眼睛了。要 apple 味纳豆哥吗？是，来。哎呦，我觉得 apple 很久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我闭眼睛会不会吃到他的手熟呢？你别，他用手熟 ，apple 手熟。来 ，OK， 可能跳一小小一小小 ，OK， 好，嗯 ，OK。给他吃，他都分得出来。哈哈哈哈哈。真的吗？咦 ，apple 手熟。apple 手熟。打开嘴巴，品尝 apple 手熟。可以来，可以。哎呦，有了。感觉来了，哇，这真的有难度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。Apple 的手上，一定有花生酥的，花生饼，花生饼跟这个，对了，对了，答的一样。然后还有那个蟹肉饼，对，还剩一个，我只知道两个。真的有三个东西吗？有三个东西。那我就乱猜一个哈。好 ，Apple 的手上，好真实哦。这个。对，那蛋到底是什么？蛋到底是什么？是这个，这个鸡蛋太小了，它太小，然后这味道就太容易化掉。它化掉。眼睛哦。来，我选这个。OK， 有，哎呦，这一个，哇，这个很容易，我觉得有这个是对的。这个，哎呦 ，OK，Crystal 的手手，哈哈哈哈哈，整个放进去，可以了。牛奶酥，还有两饼。还欠一个蜜蜂蜂窝，你确定吗？那个蟹肉饼，也是一样，答对两个，两个，这另外一个是这个，有点难猜。先 Apple 想要吃大片一点的，你也拿太大片了，那我拿一下。我还有新鲜。不会，不会啦。那我拿一个这个味道。OK， 那应该有机会。来，闭上眼，嘴巴打开。嘴巴打开。你不要，先不要咬，不是被咬断。不要，我收进去，我不进去。啊！不是。好。OK， 可以了。这木头很脆耶。哎，你连这样吃都没。对啊，你这是哇。临时搅的，对，然后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，不能三个都中。OK， 答对了一个，很厉害，紫菜饼。哎呦，答对了两个，欠一个，就剩一个。太可惜了，还是这三中二，是吧？对呀，为什么我们猜不到三个？没关系，就各十秒这样。对，各十秒。杀手不笨呢，在2月5号上映啦。我在里面饰演的是虎头蜂，是一个很冷酷的杀手。希望大家可以到戏院去支持这部电影。杀手不笨是一部很好笑的电影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看。我在戏里面呢是演 Ira。大家好，我是纳豆，我的粉丝团是纳豆。不是在电影界啊，同学们。大家好，我是纳豆。这次《杀手不笨》呢，在大年初一2月5号就要上映了。它是一部让你非常轻松，那里面有杀手元素，所以有很多很帅气的打斗，然后有很爆笑的地方，然后所以你去看的时候感觉到很大场面的爆破啊。而且这次演员呢，来自台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香港跟菲律宾哦，然后算是整个亚洲演员大集合，各个不同的地区，大家搞笑的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这样的电影呢，希望你在2月5号一定要走进电影院欣赏一下《杀手不笨》。如果你不看的话，你就是真的笨哦。再次的谢谢三位来到 Gucci Studio 做客，耶！谢谢，大家新年快乐！亲爱的，现在我比较重要，还是爸爸比较重要？爸爸重要。赢了你的立场，创造了你的战场。Still a virgin. Want to give you virgin? The deal go. Oh, no, no, for deal go.